跟德聘啊。嗯。因为那套飞下来，那个跳的那个数值是单班场面，就是要一分钟两个多场面，这肯定是单班场面嘛。你现在这个时间，你看，我这个。哦，你是按这时间去算的，确实是。但我无无开始算，我就看你开始飞，我刚刚起来我就开始。啊，我起来也刚好，所以也就没没没东西了。我是说，刚好标准时间。今天你昨天飞差不多，三十二度，三十三度。你打算去哪里？